国内职棒球团兄弟象宣布易主，原本传出呢力宝集团有意要接手，而今天最新消息传出了富邦金控也有意愿要买下兄弟象，来听听富邦金控副董事长蔡明星怎么说。这个也支持很多运动的活动了，包括篮球啊、高尔夫球啊、马拉松啊，对，应该已经蛮够的，蛮够的。所以那如果说再加一个兄弟象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没有，锦上添花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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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这回事。